马家郡主，也难怪当年你会背弃我与马府官兵。如今我是伯王，你是马家人，站住！何人夜闯马府？来者何人？在下乃通州城少主，与马家郡主为故友。听闻马府惨案，特此前来。郡主已烧成焦尸，面目难认。就在这些棺材里。焦尸面目难辨，但郡主之铜铃怎么会烧坏？这些人可曾发现郡主铜铃？小人依照参军指示，已细查马府上下，但并未发现什么铜铃啊。若是如此，在下相信郡主尚在人世。咱们以马府为中心，我带人自此向南搜寻。倘若真的如少主所言，此线索定能寻到郡主。事不宜迟，末将即刻出发向北搜索，若寻得郡主，少主定力守功。在下只是担心郡主的安危。马郡主随时可能会醒过来，主子到时候便可问话。郡主醒了。郡主，马郡主，他不是马宅星。他只剩一个躯壳，现在的他不是马宅星。马郡主八成是得了离魂症。他精神上遭到了极大的刺激，头部又受到了重创，身心皆不堪负荷，故而如同失魂，断了与外界的联络。如果郡主继续不饮不食的话，恐怕会伤及性命。去拿水来。马严寒传来消息，城主一家都被晋国灭门。城主一家全数罹难，死于晋王之手。大哥，我们离皇城只有几日的路程，可跪求陛下即日发兵攻打敌晋，血债血偿。即刻拔营前往皇城，让陛下为马家军做主，出兵讨伐仇人。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朝廷上下及马家军对马英之死
正如朕所料啊。陛下宽心，一切发展按陛下之计，马家军已递交军策，望陛下出兵讨伐晋王，他们愿为死士。以马英一人之死换来这么多无价的军心，知道。是。这马家军进京回归一事嘛，就让丞相敬翔去迎接办理吧。是。看来郡主已经毫无求生的意念了，就连他的身体也拒绝饮水，恐怕是命不久矣，药石罔效了。药石罔效，那就以毒攻毒。以毒攻毒或许还有一些办法，只是此等猛药，属下还需要一味药材。什么？女罗草。女罗草药性柔而不弱，正可以中和郡主的毒性，护住郡主的心脉。若无女罗草的话，郡主恐怕会命丧于此。时间紧迫，哪里有女罗草？此处不远有一座星月山，山势高峻，说不定那里会有此药。你照顾郡主，我去星月山。主子且慢，此山恐怕不宜贸然前去。传说山中有巨虎伤人，主子确定要去吗？好久没跟蒙古动手，一次两头倒也是第一次。